嗨，我们英语书猫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记得康力圈目前为止呢，在我们的宜兰宜兴路二段51号哦，为您访问的是我们奇士古堡我们的创办人赖彦君，彦君好。你好，郑老师好。哇，你好，奇士古堡哦，我们主要卖的是什么产品？我卖的主要是爆米花，手工做的爆米花。哇，手工做的爆米花。爆米花呢，大家都常常可以吃到，也可以买到。对。那我们奇士古堡的爆米花跟一般市面上最大的不一样在哪？我们主要的热量会用比较好的所谓的海藻糖，所以它的热量会比较低以外，然后我们用纸人的方式去炒制而成，然后有过筛的动作、吹凉的动作，所以它品质会比外面可能会吃到微爆蛋啦，或者不酥脆啦，这个可能在我们爆米花上面比较不容易发生，这是我们比较好的地方。那当然就是 SGS 检验，这我们一定要有的，然后产品责任险等等的相关法规，我们都去符合，就是这样的条件。所以我们爆米花好吃、健康又有品质。哇，那你看一下哈、我们奇士古堡的这个爆米花，来你看，它有礼盒式的哦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宜兰市市长。江聪渊江市长哦，而且我们的这个门市的话，2019年3月1号才开幕的，是不是？正式开幕的。哇，你看一下，市长都给你倾心，给你推荐呢。就是我们宜兰很多创业的青年都一起做。真的哈、哦。对，真的好棒哦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有这个提袋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也可以用送礼，是在我们海苔口味的，海苔口味这样标示一个口味这样子，就全部都是你开发的吗？对，都是我自己研发的。目前有多少种口味？目前有8种，4个甜跟4个咸。哦，有8种口味，4个甜的，4个咸的。另外还有4个口味是巧克力系列的。巧克力系列，对，有草莓，有优格，有黑巧克力跟双酱这4种。对。就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、如果要购买的话呢？用什么管道可以买到我们奇士古堡的 Popcorn 呢？是当然可以直接找通讯老师开个直播，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，然后也可以买得到，或者是粉丝团直接密我们都可以下单。是，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服务专线，我们电话是几号？03936-6070。03936-6070。03936-6070。是03936-6070。正确。再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是，然后呢，让康力圈老师呢，我们英语新闻报啊、很讶异的啊、就是呢，我们赖彦君呢，创办人是，他很有艺术的眼光，是，他把我们平时吃的 popcorn 对不对？对，爆玉米花变成艺术品来，请看我们墙上这些艺术品，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去老人长照中心，然后他们这些老人家80-90岁的人来特别跟他们做一点互动。然后带他们做一些爆米花的创作，这样啊，对，这个是他们的签名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一看就知道阿娇啊，阿娇啊，可能他们可能没什么毕业、国小毕业，所以签字就是很多长辈真的画圈圈的，很多长辈真的人家写字他不会写，对，可是这个也因为他们是长辈，对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更显得很有特殊性，很有特殊性，其实每一幅都很独特性，没有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不会有一模一样，都是自己独创的东西，是。那老师，康力圈老师，对啊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我刚才呢，在我们呢执行长赖彦君执行长的指导之下，康力圈老师呢也做了一幅，有没有？我这边还给他签个名哦，这个非常美丽的梅花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所以大人小孩来到我们奇士古堡，一定都可以完成吗？都可以玩，这个费用其实不贵，大概体验价才300块左右，才300元而已哦。就可以让他把这个画作带回去。是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英语书文报来到宜兰奇士古堡，特别呢把我们的赖彦君介绍给大家，是，也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欢迎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的爆米花好吃又好玩哦。是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我们英语书文报下次见了，谢谢，拜拜。